宣发菩提心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边雷出血，谁知物母之悲，千世救徒，焉是乃翁之痛。识其子而不知文王上耳，但其亲而未识，凡类皆然。当年恩爱，今作冤家，昔日寇仇，今成骨肉。昔为母而今为父，旧是翁而新着夫。宿命知之，则可修可耻；天眼视之，则可笑可怜。愤会从中，十月包藏难过，龙雪到底，一时倒下可怜。少也何知东西莫辨，长而有事，贪欲变身，须臾而老病相寻，迅速而无常又至。烽火交煎，神识于中溃乱，精血既竭，皮肉至外干枯，无一毛而不被针钻，有一穴有一窍而皆从刀割。龟之将喷，其脱壳也忧异，神之欲泄其鼻体，其去体也备难。好，先看这一段。这继续讨论念生死苦发菩提心啊，这一段上面是谈到，由于我们贪嗔痴恶业的因缘，感得地狱的苦报啊，淫欲心重，造作诸多邪淫的恶业，就是在猛火沉迷受苦。贪欲的心重，就会感到八寒地狱；嗔恨心重，就会感到刀山剑树啊，伤害众生就会被奸、被拘、被吞啊，造作口业就会遭受拔舌之苦啊，等等。这些经典当中对地狱种种的这种描述，以及造了什么恶因就会遭到什么样的相应的果报，都描写得非常的详细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就显示在这个轮回当中遭受畜生的苦难啊。边雷出血，谁知物母之悲，千世救徒，焉是乃翁之痛。失其子而不知文王上耳，但其亲而未识，凡类皆然。啊，当我们第一的苦受完之后，就会有些冤冤相报的关系，要投到畜生道，跟人之间的那种长凡关系啊。
那么这个人和畜生，父为父母子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啊，这里就举出几个啊。爹没出血，谁知物母之悲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啊。我们举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驴啊，它是母亲变过来的啊。隋朝啊，有一个叫姓王的，他学佛受了五戒，叫王五戒啊，大家就称他叫王五戒。他这个人呢，有点啊小神通，就是会算啊。他有一天跟别人说呀，说今天会有一个人送一条驴给我。早上说的，果然下午就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过来了，送给他。啊，一见面就跟这个王五戒来哭诉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啊中年男子送过来的。他说他的自小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守寡呀，养了一儿一女。那在十多年前，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的妹妹也出嫁了啊。那妹妹出嫁，一般她是在洛阳地区啊，一般就是清明节要回家来祭祀父母。哎，这个妹妹就回到了哥哥家啊，来祭祀父母。那么一般祭祀父母都要到墓地去，所以这个住哥哥的呢，就骑着驴，家里有一条驴，这条驴呢，大概他养了四五年了。骑驴骑到那个要过河的时候，这个驴呀、啊、就不肯走，不肯走。这个做儿子的呢，就用鞭子抽到头上出血啊，出血呢，而且一边抽一边骂这个驴子啊，这个驴子就忍痛就过去了啊。那么这种事情呢，到了可能路远呢，当天晚上还没回来，但是就在当晚上，他的妹妹住在哥哥家里，做了个梦，梦见他的母亲从门口非常痛苦的进来，血流满面，面色非常的这种难看，就哭着对他的女儿说，他说我是你母亲，就是由于背着你的哥哥给了你五升的粮食，这样呢我转身就投身到你哥哥家里，要还五年的债务啊，现在我五年快满了，今天到外面去扫墓，你哥哥用那么鞭子把我抽得非常痛，血流满面，我都快还债还清楚了，他为什么还对我这么下手狠呢？就哭泣。哎，这个他女儿呢，就一下醒过来了。醒过来，第二天他哥哥回来的，一回来他赶紧就到院子一看，果然那个驴的这个脸都打伤了，血流满面，跟他梦中见到一样，所以就抱着这条驴呀、啊、就痛哭。他的哥哥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你哭什么？哎，就把梦中的事情告诉他哥哥。这他这哥哥一看，哎，梦中讲的一样，那也真的有感觉到是他母亲了。这时候就有啊，给他一把草，就说如果你真的是母亲的话，你就吃草。一说这个驴啊就吃草啊，这样这个兄妹俩一下子就真的就知道是他的母亲，这母亲呢，那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
那就想到有一个佛教徒持五戒，干脆送给他去啊，这个放生嘛，让他照料一下，然后送了很多好吃的黄豆啊、麦子、米啊，就送过去，请王五戒帮忙。啊，王五戒呢也就接受了，就帮他养这条驴。啊，这个养了几年之后，这个驴去死了。死了，那个人他的女儿就来把他埋葬了。啊，所以当这个做子女的在编这个驴满面出血的时候，他怎么会知道就是自己母亲的悲伤？啊，还有牵着猪，拿着猪去屠宰的时候，那这条猪就是他的父亲呢。啊，这个经典他也讲一个公案，说有一个屠夫啊，这个正要拿一个很肥壮的猪要屠宰的时候，拿不动啊，牵不动这个猪啊，好几个人牵都牵不动。这时候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感觉到度他父子俩的因缘成熟了，就变化一个人到他家里说，啊，这个猪我来帮忙给你啊，给你牵动它。这个菩萨呢，文殊菩萨就走到这猪旁边啊，叫他的名字啊，某某啊，你跟我走。这一叫这个名字，这个屠夫就掉眼泪了，原来这个名字就是屠夫父亲的名字啊。一叫这名字，这个猪就很乖乖的跟着文殊菩萨走了，这个屠夫也就不敢杀猪了啊，就放下屠刀修行去了啊。所以他当拽着这个猪要杀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他父亲这样的一个痛苦知其子而不知文王上啊，这是指这个啊，这个纣王时期啊，商纣王，当时文王是很有道德的，叫西伯侯，很得人心，所以各国的诸侯啊，都希望这个文王做天子啊。那这样的纣王就很嫉妒啊，就把他关起来了，把这个囚文王于幽里，关在这个地方。当时这个纣王下面有个大臣就显了个气，说听说这个文王啊都是圣人，他到底是不是圣人呢？我们考验考验一下他。就怎么考验呢？就是把他的儿子杀了，然后用他儿子的肉给他吃。如果他吃这个肉啊，知道是自己儿子，不吃的话，说明他是圣人；如果他也照样吃的话，说明就不是圣人。他显得这个计，哎，这个纣王听得好，就把这个他的儿子叫伯邑考给杀了。杀了就把这个肉就给他的给文王吃，文王还真的吃得有津有味，把它吃下去啊。哎，这个商纣王知道，哎，他不是圣人，不是圣人就放心了，就把他释放了啊。所以那个吃自己儿子的肉他也不知道，连文王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一般的凡夫啊，吃他父母伤亲的肉他不知道，那是举世皆然呢 啊。所以这些都是用例子来表明，在这种人和人之间，人和畜生之间，这种父母子女的这种亲缘关系不知道啊。下面你看啊，这个这是人和畜生的关系，
下面看看人和人的关系啊。当年恩爱今作冤家，昔日寇仇今成骨肉，昔为母而今为父，旧是翁而新作夫，宿命之之则可修可耻，天眼视之则可笑可怜啊。这是人和人的因果关系啊，它也是非常错乱颠倒的啊。当年恩爱，当年就是指过去生是很恩爱的，而今生一过来呢，就成为冤家对头了。要知道这个恩爱和怨仇，它是最容易转化的，怨从恩生啊。所以无论是父子之间还是夫妇之间，见面分外眼红，那这个东西都是冤家对碰头啊啊。去年我在北京看啊，一个人说他娶了个老婆，那真的是天天晚上胆战心惊，他老婆天天晚上都拿那把刀随时要杀他嗯，所以他是若干年胆战心惊的度过啊。这都是冤家碰面的是吧啊。那么以前的仇人现在成了你的骨肉的子女啊，报仇来的作为你的儿子啊，那种还爱得不得了啊。尤其是前生是你的母亲，今生转过来成了你的妻子啊，前生是你的父亲，今生成了你的丈夫啊。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由于我们没有宿命通，有宿命通的人他看到这样的前因后果的相互的来历，他都不敢啊，不好意思看呐、啊，很羞耻啊啊。有天眼的人，天眼通的人看的都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怜呐、啊。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可羞可耻可笑可怜当中一概不知道啊，还活得很滋润呢啊。这个有一个公案就谈这个事，说有一家很啊、很富裕的家庭，富家庭夫妇两人呢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下不久祝丈夫的去世了啊。但这个儿子啊非常聪明伶俐，祝母亲的就爱得不得了啊，百般的照料。但是不久呢，这个祝母亲的也去世了。去世了，这个母亲由于很爱他的儿子嘛，也就是投身在同一个村庄里面，又在另外一个富人家做女儿了，也就是说比他原来的儿子小那么几岁，他也投身了。投身以后长大哎，一配在一起呢，做了啊，正好配到了前生的儿子做妻子去了啊。这两个人碰在一起，由于前生有一种母子的恩爱，这下做夫妻也很恩爱呀、啊，啊，这个爱得不得了啊！啊，两个人又生了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也是爱得如掌上明珠啊，啊，哎，这下小日子过得很红火了啊！哎，有一天他们杀了鸡啊，杀鸡这个喷食啊啊。这个夫妇俩啊，这个有说有笑啊，在那里啊对酌吃鸡肉啊，怀抱里抱着他疼爱的女儿啊，两夫妇一口一口给他的儿子喂鸡肉。哎，
这种小家庭的场景不是其乐也融融吗？哎，正在很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云水僧出家人忽然闯进来了。人家小两口那么亲亲爱爱的时候，你个出家人来，那这是大煞风景的了。所以这个男的就有点很不高兴，说你怎么回事啊？啊，我们在这里啊过小日子，你怎么推门就进呢？你太不讲道理了，啊，就对他很生气。这位云水僧说：“是我不讲道理，还是你不讲道理啊？”跟他辩起来，他说你我这是我的家庭闯进来，你怎么说我没有道理啊？这个出家人说你就没有道理，说你杀父接母养冤家，你还有道理吗？哎呀，这基本上就是诽谤了，是吧？这个男的就很气愤了，就要把家里人召集的要打这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说你慢点了啊，现在呀我可以把我的天眼和宿命通借给你看一看。果然这个男的说，我就要打他之前他要借过我就看看嘛，啊，看一看，果然啊，碗里看到的鸡就是他前生的父亲啊，他的妻子就是他前生的母亲，他怀里抱的那个宝贝的儿子就是前生的冤家，讲的一点都没错。哎呀，所以当下幡然悔悟，跟这个出家人顶礼啊，啊，跟着这个出家人去学道去了，啊，以免这个叙事的冤仇啊，再继续下去啊。所以我们是没有宿命通啊，如果有宿命通一看，你还敢结婚吗？还敢吃鸡吗？都很麻烦的，只是不知道才是啊，这个啊很有滋味啊，啊，所以这是宿命之知，可羞可耻啊，天眼视之，可笑可怜呢，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众生，颠倒的众生，啊，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宿缘的关系。颠倒啊！凤会同中，十月包城难过，龙穴道里一时倒下，可怜少爷何知东西莫辨，长而有事贪易变身，须臾老病相寻，迅速无常而至。这几句话把我们人生的八苦浓缩到这种生老病死的苦啊，这个人生的八苦啊，我们可能都忘了啊。首先是生苦啊，前面我们谈到报父母的恩，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是由于这一念的神识，借助父母的交合的缘来投生的。一投生呢，就在那个母胎里面，十月包在母胎里面，藏在那个污秽的地方，那是非常难受的，那叫胎狱呀，啊。就是这个婴儿所处的地方就在身脏上面，俗脏在下面，身脏在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东大肠小肠啊，就在这个大肠小肠中间啊，上面的肠子是很多吃下去的饮食还没有消化，就叫身脏。那么俗脏就是那些被消化的东西变成了大便小便啊，就叫俗脏。那婴儿是躺在这个被一个包衣包住以后，他整个的都是在那个粪尿血水里面的啊，粪尿血水里面呢，
这时候他的第一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当母亲这个吃一个热的东西下去的时候，他就好像是在八热地狱；当吃这个寒冷的食物下去的时候，就好像在八寒地狱。如果吃一个坚固的东西吃下去，他的感觉就像一个加山地狱，两个山加过的感觉。啊，当这个当母亲要坐下来的时候，也是一种挤压的感觉。啊，走路的时候就好像在那个锥村地狱啊，这个村那个木村把尸体打烂的那样的一种感觉。这是婴儿在那边非常难受的。如果刚刚投胎，时间少，体积比较小，还有一个活动空间，所以说长得越来越大了，那他活动的空间更没有了，就更难受，啊，很难受。所以这个十个月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啊，等到要出生下来的时候，啊，开始还能够头朝上、脚朝下在那劝走，啊。然后等到要出生的时候，被烈风一吹，头朝下、脚朝上，这叫倒悬之苦，啊，从母亲的尿道那种非常狭窄里面挤出来，啊，这就叫龙穴倒立，一时倒下，可怜呐，啊，倒悬着来到这个世间。他由于开始在母体里面十个月待在那里还比较温暖呢，尽管是血水污秽，它还温暖。他一出来的话，就被那个外面的空气呀、啊、冷空气接触那个尸体这个皮肤，就好像风刀来割一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小孩一接触到外面，一降下来他就哭啊，啊，他用哭声来表明这个苦难感呢，啊，没有哪个小孩生下来笑眯眯的呀，嗯。啊，所以这个这样的苦我们都忘了，啊，都忘了。你看那个婴儿，自己看他皱巴巴的脸，皱着眉头，呵呵。那么到小时候，婴儿少年时间，东西莫变，就是东南西北方向都不清楚，都要一定要依靠父母大人才能够啊，这个维持他的生存，啊。所以他要父母来抚养啊，依依小鸟一样的啊。他为什么依依小鸟？他离开父母没有办法呀，啊，没得吃的，没得啊，寒了没有衣服，饿了没有饭食，走路要掉到坑里面去，他只有靠父母啊。哎，等到他大了啊，大了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啊，发育了，发育以后，他的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就有六识啊。这六识马上贪欲就上来了，啊，见到什么想贪什么啊，财色名食睡，尤其是色欲啊，一发育这个对异性就有好感呢、啊，天天梳妆打扮呢、啊，什么吸引异性的注意呀、啊，啊，在异性面前高谈阔论呢、啊，啊。自己怎么了不起呀、啊？啊，这个男女之间就不这样子啊。这个男同胞一看这里面，眼睛瞄瞄，哪个是美女？哎，大家。女同胞一见男的，要综合分析一下他的综合素质怎么样啊？他的这个吸引啊，这都是意爱啊，意爱。这样的贪欲升起来以后。他就要去追求，他就要获得啊，这里面他就会造作很多的恶业啊，他里面就活得很累啊，因为他要追求的欲望太多了。但很快度过了他的少年、青年、中年，须臾之间就衰老了。这一老的话，那什么问题都来了。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争强好胜，到了老了什么都不如人呐、啊。你想争强好胜也没有这个精力啊，啊，
身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老了也就是啊老态龙钟呢，朱颜一去就不复返了，啊，头发白了，面皮皱了，啊，这个眼睛花了，耳朵聋了，腿也酸了，啊，关节也硬了，啊，这个别人也不理睬自己呀，啊，每天想到自己青少年多么得意的风光啊。啊，见人就说我当年怎么怎么样啊，人家听多了也不愿听啊。所以这个老啊很苦啊，啊，哎，老了还马上病也来了，啊，这个新陈代谢衰弱，抵抗力不行，所以每天就没有办法安排这个身体呀，一下子疼，一下子痛，一下子发烧，啊，到晚上想睡觉也睡不着，啊，对着残灯啊，独饮不能成梦啊，啊，夜雨低愁空满街呀，啊，这病苦就来了，马上迅速而无常又至啊。很快无常就是死亡啊，阎罗王要抓我们去了，这个人都贪生怕死啊，所以这个死亡又是一大苦啊。好，你看这个死亡之苦，烽火交煎，神识于中溃断，精血俱竭，皮肉自外干枯，无一毛而不被针钻，有一窍而皆从刀割，龟之将喷，其脱壳也忧异，神之一泄，其去体也倍难。这就是死亡的状况。在死亡的时候四大分离，寒热啊，交迫，风和火，那个风啊鼓动那个火交煎，这就是寒热相迫的情势。在这个时候我们阿赖耶识啊多生的乃至今世的所有的种子起现前啊，那种善恶业的境界非常的狂暴，神识在这里不能做主，神识不能做主，这时候他分离的状态，看到人也认不清楚了，听到声音也听不清楚了，哎，他这个第六识慢慢子要消散了啊。那烽火交煎的情况，这个精血就会被这个火的功能呢、啊、给它啊消解了，这样的皮肤和肉啊肌肉就会从外面到里面干枯。由于这个四大解体的时候，浑身的毛孔，每个毛孔就像那个针在那里扎一样的感觉，我们都有穴位，每个关节的穴位都像刀一样割一样的感觉。所以死亡的时候，你观察那个死亡的人，他真的是非常痛苦啊！尤其是如果他对于这个世间他有大掌握的大权啊，又有娇妻美妾，又有很多财产，又有很多妻儿子女，又有很多他放不下的东西，他这时候他对世间的贪念心越重，他这个想要这个神识离体的痛苦更重啊。这里就像比喻那个乌龟你要活活的把它的壳把它扒下来，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你要把这个神识从这个肉体当中把它离开，比深龟脱壳还容易啊，还艰难。所以这里就比喻啊，这个你深龟脱壳还是比较容易啊，神识离开这个肉体才是比这个加倍的困难。
你说这种八苦哪一苦不让我们啊痛不欲生呢，惨痛不已啊。好，请看下面。心无常主，内伤孤之而处处奔驰；身无定行，似房屋而频频迁徙。大千沉点，难穷往返之身；四海波涛，熟记别离之内。峨峨极谷，过彼重山；茫茫横尸，多于大地。向时不闻佛语，此事谁见谁闻？未睹佛经，此理焉知焉觉？其或依钱贪恋，仍旧痴迷，只恐万劫千生，一错百错。人生难得而易失，粮食易往而难追，道路冥冥，别离久长久，三途恶报，还自受之。痛不可言，谁当相待？心言即止，能不寒心？是故一断一因断生死流，出爱于海，自他兼济，彼岸同登。旷劫苏寻，在此一举，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也。好，这一段进一步描述人的生命的身心的苦况。前面谈到这种身体的生老病死，下面这一段谈心理的那种烦恼啊。心无常主，内伤孤而处处奔驰；身无定行，似房屋而频频迁徙。大千沉点，难穷往返之身；四海波涛，熟记别离之内。峨峨极谷，过彼重山；茫茫横尸，过于大地。向死不闻佛语，此事谁见谁闻？未睹佛经，此理焉知焉觉？好，我们来看这个。心无常主，这个心是指什么？是指我们六识的心，它是没有一定的主宰的。我们就讲这是虚妄性，它是随着境界去转的。我们这个妄性呢，每时每刻都在向外驰骋，去攀缘色香味触法这个六尘的境界。佛经里面讲这个心，一个是指肉坛心，就是我们生理上的心，心脏；一个是谈这个攀缘心啊，虚妄心，就是我们六识的心；还有个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我们常住之心。所以这个心的内涵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里面就有佛法心性上的奥妙。我们的妄心是生灭的，是不住的，所以它不常。
但是不成的妄心，生灭的妄心，还有一个不生灭的真心。那对这个，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迷惑。在《楞严经》里面，波斯匿王跟佛之间有一段对话，就谈到真心和妄心的关系问题。当时波斯匿王他也觉得生命，佛就问你的生命是不是也是变异的、败坏的。那波斯匿王说他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从小到老，他感觉到十岁的时候比一岁的时候要衰老，20岁时比10岁衰老，直到他今年62岁的时候，那比青壮年要衰老，衰老一定会走向死亡，所以他是认为人是会死亡的啊。那么死亡的这时候，对于这种不死的东西，他不能了解啊，所以他对那种断灭，他是觉得是有道理的，人是要死的，所以心也就没有了。好，佛对他这种疑惑，就跟他循循善诱啊，就开示他当下不灭的啊，不受生灭的那种见性。这个识是变的，这个能见的见性是不变的啊。所以问你什么时候见过恒河啊，他说在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带他去礼拜齐婆天的时候，他就见到恒河啊。到了10岁、20岁，他常常就见恒河。好，我就跟这个来讲，你在1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乃至你62岁的时候，你见恒河，你的身体随着你的年龄在变老啊，这是你能够看得到的。那么你在10岁的时候见到的恒河，和你在62岁见到的恒河，它的恒河水，它的见性有没有衰老？这个见性有不有，随着你的念咒，你看到的恒河水它也法白念咒。哎，他这个10岁见到恒河和他62岁见到恒河是一样的，没有衰老的过程。好，那就你的身体是生灭的，受你的死亡而终结，但你不生灭的东西，这个见性它就不受你身体的生灭而终结嘛。所以见性能见之性它不是生灭的嘛，所以它就永远在的嘛。你的身体是生灭的，它会死亡的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当下波斯匿王就明白，真的是啊，在生灭的这样的一个身心里面，有一个不生灭的见性，这就是我们轮回的一个道理，它生命是要延续的啊，延续的。所以这个不生灭的就是就像主人啊，生灭的就像客人啊，主人常住啊，客人会离开，会生灭啊。从这里面我们来观察这个心，心无常主，心无常主，它就像风里面的一个蜡烛，它会一闪一闪，就好像水上的波涛，它有高下生灭。而且这样的一个心啊，我们的这个真心在肾，在这个六根分了六根，就好像一个家庭有6个门户，这6个门户呢又能产生6个兄弟，就是他的60。这个60呢，它一定是非常柔软的啊，这个
干扰的，它一定是向外追逐的，所以这个眼识眼根一定是看外面的颜色，追逐外面的颜色，耳根一定要追逐外面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就处处奔驰，这就是我们妄心叫心猿意马呀，它这个特点，它住不下来，啊，一定向外跑，而且它这个眼识、耳识、这种鼻识、舌识都是无常的。啊，你说这个舌头尝一个东西，当你身体比较好的尝得很甘美，哎，但同一个东西你生病的时候一尝，哎，就不好吃，很苦。那是不是那个东西有甜有苦呢？它不是，是我们的啊舌识识变化无常所导致的。啊，所以这样的没有主宰的啊，不能常住的妄心。就好像商人到处奔波，商人凭什么奔波？哪个地方有利益他就跑到什么地方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活得很累，内心非常焦虑，这个心没有一天的安顿下来。那佛教修行就是要修这颗心，就是把这个心猿意马的心把它收拾过来，把它切入到我们的妙明真心融合，不要乱跑。一个对佛法没有修行的人，他对于心的状态他是一概不知道的，因为他整个的这种六根追逐外面的六尘产生的六识，在这里面他整个的就是一个在那里颠倒过日子啊。但是我们如果修点行才会知道，哎呀，我的心是这样的狂野，是这样的如激流水湍急得很，是那样充满着贪嗔痴慢的这样的烦恼。我们知道这个心是这种状态，还幸亏修行有所进步。你没有通过修行，没有通过念佛，连心里的状态都不知道啊！进一步我们要控制住这个心，安住这个心啊。那么凡夫众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任这个狂心呢、啊、奔逐在外面的五欲六尘里面，就造作种种的恶业。造作恶业呢，那身无定行，身就是我们四大的这个身体，它没有一定的形貌。一个人不是固定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一转身就改头换面啊！别说转身，就是今生随着你的善恶业，原来你比较善良的时候长得比较好看，以后越来越恶的时候，你今生都变得面目狰狞啊，面相都变化。更何况随着多生多劫乃至今生的善恶业啊，它就轮转在六道里面啊。今生可能是人的面目，下辈子可能变成马了，变成猪了啊。今生由于心还直一点，还能够站立起来。如果今生在人生里面心很横，蛮不讲理，那心横身体就横，那你就变成横行霸道的畜生去了啊。所以这个轮转六道里面，哎，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房子啊，你恶业善业多，哎，你住的房子哎，高楼大厦啊，住海边别墅啊，很滋润。哎，等一下子你恶业多，你住一个小茅屋啊，贫民区，周边都是垃圾啊。所以这个房屋频频的去迁徙，所以它不是永远住在同一个屋子里面，或者高楼大厦，或者破壁残悬，这就看自己的善恶业，表明我们今生是人，
下辈子是畜生，下辈子是恶鬼，可能又到地狱，可能又转到天上去。这就用这个来比喻，就像房屋频频的搬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频频搬家的过程当中，那是大千层叠难穷往返之身呢，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这个身体啊，四大的身体，它轮转的数量有多少呢？就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土地碎成微尘，每一个微尘就是一个身体。那你说我们在这个轮转过程当中经过了多少多少的身体，数不清。今生是人的身体，下辈子是一个狗的身体啊，再下辈子蛇的身体，还什么身体啊？一个身体按一个微尘来算，都没有办法来穷尽算清楚我们往返在六道里面的身体啊。四海波涛，熟悉别离之类，就是在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啊生命过程当中，他都要经受爱别离的苦啊，亲爱的人要离别就流眼泪啊，在这个轮转过程当中，跟自己亲人离别之泪，这个把它加起来超过四大海的波涛啊。在轮转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死亡的骨头把它堆起来超过须弥山，峨峨脊骨啊过比重山呢 啊茫茫横尸多于大地，我们死亡的那个尸体把它一具尸体一具尸体把它摆起来，那整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摆不下呀。你说说这种事情，不是佛跟我们说，我们哪会知道啊？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千层叠难穷往返之身，四海波涛熟悉别离之类，峨峨脊骨过比重山，茫茫横尸多于大地。你说苦不苦啊？如果不是一向啊闻到佛的语言，这桩轮回的事情我们凡夫谁能见到谁能听到？如果今生不是侥幸读到佛经，这种轮回的道理我们怎么能够知觉？庆幸我们得人生，庆幸我们信佛法，能够知道这个理和事。知道理和事怎么办呢？其或依前贪恋，仍旧痴迷，只恐万劫千生，一错百错。我们知道了经过这么多生死，也知道生死全由贪欲愚痴所导致，贪欲愚痴不断，生死轮回不能了断，所以在这里要加以警觉啊！不知道去造孽轮回还有情可原，现在已经知道了，还像原来一样啊，贪念五欲六尘，还像原来一样去愚痴迷惑颠倒，那就不应该了。如果还是像原来一样去起惑造业，那只怕万劫千生了。
就不知道多少时间当中，你由于今生这一错，啊，就是没有抓住机会，就永远的错下去。因为我们得人生很难呐，得人生就像盲龟植木啊，得人生的概率非常非常小，但失去人生的概率又非常容易，又非常多。所以这个人生难得而易失，良师益往而难追。你看我们什么叫良师？良师就是得到人生六根完备，又闻到佛法，这就叫良师。你碰到这个千载难逢的良师，你没有抓住这个机缘，它就容易交臂而过。交臂而过，你再要得到这个良缘良时就很难了啊。今生大家闻到净土法门，今生不能往生意味着什么？那非常可怕。前面讲的地狱畜生啊轮转，就是我们要去的家呀，要到那里注册报道啊，不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啊！啊，你观察自己的念头是什么，就知道一定到哪去了。啊，所以在这个轮转过程当中，这种三恶道的这种到那去黑暗呐、泥泞呐，啊。跟你的家庭眷属别离以后，是长劫，不可能再难以碰面了。你自业自受，到畜生恶鬼地狱得到这样的恶报，你是自因自果，你造了这个因一定自己受啊。这里面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啊，这样的痛苦也只有你自己去担当啊，就是父子至亲也不可能相待。那么我们谈到这里，怎么不惊心动魄呀？怎么不胆战心惊呢？怎么不把这个菩提种子把它激活出来呀？是故一段生死流出爱与海，自他兼济，彼岸同登，旷劫殊寻，在此一举，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也。啊，这个是故就是从上面所描述的生死的种种的苦况，是这样的苦难，由于这个因缘，我们就当下应当发出一种心，要断绝这个生死的长流啊，要超出爱欲的苦海呀。我们轮转的这样的根源就是贪爱呀，爱是生死本啊，由这个爱就升起了欲望啊，由这个欲望就有这个身体呀、啊，我们投身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念的贪爱过来的，才感得了这样的一个孽报的身体呀、啊。啊，由这个身就有苦啊，啊，生老病苦，但病死就一起来了。十二因缘的三世轮回的这样啊，轮回的这种啊，这个一个一个连接就断不了啊，啊，所以爱欲是生死流的根源，所以我们要断这个爱欲，要怎么断？就要有般若智慧的宝剑呢。啊，所以为什么要持戒呀？为什么要观察这个淫欲如火坑呢？
像斩断了生死的源头，自然就可以出离爱与海的苦。啊，所以无量劫以来，莫大的功行是什么？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功名利禄都不是什么功行了，生死是大事啊。你把生死的这种事情解决了，就是你最大的功行了。啊，那么今生我们明白的这个道理，最大的功行就看这次能不能成就了，在此一举啊。怎么再继续？就是念生死苦啊，发菩提心了，要生死心切啊，才能够渡过生死的苦海，借助这般若的航船到达涅槃的彼岸了。啊，那一个生死心切的人，他自然就会远离这种爱欲的这样的诱惑。啊，这个对一个死刑犯，你可以做个试验。啊，如果看一台戏啊，唱得非常精彩。这时候你让他端一碗油啊，端在这里，如果说这碗油顶在头上没有滴下一滴，就给你啊免除死刑，如果滴下一滴就要斩你的头。这时候你让他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美女呀、场景什么的，你看看，这时候他会注意他的这个底那个油啊不要滴下来啊。等到演完了，你问你看到什么，他会说不懂，听到什么不懂，为什么他全心贯注在那个油上头顶来啊。所以自然而然，生死心切的人对这种五欲六尘，他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所以修行为什么生死心切？我们生死心为什么不切？就是由于我们对前面讨论的东西没有感觉。啊，所以旷劫殊心就在这一生了，就在当下了，发菩提心啊，这个啊念生死苦发菩提心啊。好，请看下面。云何尊重毗邻，为我现前一念，直向于释迦如来，无二无别。云何世尊无量劫来早成正觉，而我等昏迷颠倒，尚作凡夫？又佛世尊则具有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而我等则伴有无量业系烦恼，生死缠缚，心性四依，迷雾天渊，尽言失之，岂不可耻？譬如无价宝珠没在淤泥，视同瓦砾，不加爱重。是故疑因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修德有功则信德方显，如珠被濯悬在高床，洞达光明隐蔽一切，可谓不辜佛化，不负己灵，是为发菩提心第七因缘也。这是第七，尊重毗邻，发菩提心。这个毗邻呢，就是指我们人人本具的这种灵性、本觉，有时候叫佛性，啊，一真法界。每个人都有，我们要尊重他，
啊。那么尊重他，这要有一些认知，也有一些方法把它显发出来。所以这里我们首先要看到，就是佛跟我们说的，我们现前见耳一念，非常微小的一念心性，他当下跟释迦如来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是平等的，他是无二无别的。这一点是佛教这个提供出来的非常尊严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在理体上我们跟佛完全平等，在大乘经典当中不断地谈这一点啊，比如在如来藏经，佛告金刚慧菩萨言说，善男子，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贪欲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乃至德相具足，与我无异。啊，就是佛以无眼圆明的佛眼观察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不仅包括人道的众生，而且包括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这些众生在轮转的这过程当中，都具足贪嗔痴所有的烦恼，就在这些烦恼当中有如来的智慧，有如来的无眼，有如来的相好光明，在这些烦恼的众生心里结跏趺坐，俨然不动啊，乃至于如来的一切功德德相完整具足，与我释迦牟尼没有两样。所以佛经常常用种种比喻啊，就好像粪土里面有黄金，就好像贫贱的妇女她怀孕怀了一个转轮圣王，就好像一个破布啊包了一个啊精美的佛像，就好像地下有七宝的宝藏，来比喻我们凡夫众生的烦恼当中有这么尊严的佛性。当我们认知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竟然有这么样的尊严的佛性，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走向成佛的目标啊！如果用这个尊严的佛性还在造杀盗淫妄，那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太可耻了啊！所以这一点是对我们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没有佛性，我们再发菩提心也没有办法，主杀不能成犯。现在我们有佛性，有佛性成佛，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煮米成饭一样的自然。所以在佛菩萨看，佛看来，一切众生成佛是不难的，因为它是本具的啊。但是这里虽然直下跟佛无二无别，但这是从理上说，从事上说又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天台说六级佛理级佛是一切凡夫众生跟佛是一样的，但是那个佛性叫理性理体的是佛。离体是佛呢，一定要，这是你的性德，一定要借助修德修行才能把这个理即佛显发出来。所以这个过程要经过明智即佛啊，观行即佛，相视即佛，分证即佛，到究竟即佛，你才说福慧
商族，原成佛故。啊，所以下面就是，又佛世尊则具有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而我等则但有无量业系烦恼生死缠缚，心性是一迷雾天渊，近年失之，岂不可耻？是为什么呢？这个平等的理上的佛性，在佛那里，他经过无量劫以前发菩提心，勤修六度万恨，他早已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就像释迦牟尼佛成点劫以前，无央数劫以前，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那么我们也许跟佛一样发过心，但是由于懈怠放逸啊，又在迷惑颠倒当中，到今生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凡夫。啊，那佛经过他的极功累德的修行，他成就了啊如来啊正等觉，所以他就在佛的果地上成就了无量无边的神通智慧功德庄严。所以我们要走向成佛的道路，要了解如来的功德。了解如来功德，才使我们发心要成佛的心更为恳切。你看，在华严经里面，他常常的用很多的文句，用很多的偈颂来不断的说如来的功德。如来的实力、四种无畏、十八过供法、如啊等等等等这些，啊，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他也是先要称赞如来的功德之后，才实现啊十大愿王。一个菩萨修十大愿王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有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他有无限的神往。好，那你要得到如来的功德，一定要修十大愿王才能得到，他就顺理成章的开显出来了。啊，你看在那个入法界品最后啊，普贤菩萨告诉菩萨你啊，汝等谛听，我今欲说佛功德海一笛之相。佛的功德像大海，就说一滴水的相都穷劫难尽了，佛有这么大的功德啊！这一滴之相就用偈颂说了很大一段偈颂啊，我们来挑选他几句看看佛的这种功德啊。佛智广大同虚空，普遍一切众生心，悉了世间诸妄想，不起种种意分别，一念悉知三世法，一了一切众生根。譬如善巧大幻师，念念视现无边事，随众生心种种行，往昔逐业次愿力，令其所见各不同，而佛本来无动念，随着众生心智业弥补化度，令清净刹尘心念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若有闻思功德海而生欢喜信解心，如数称扬系当佛，胜夫于此怀疑念。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偈颂啊，就是佛的智慧，它广大就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那么佛的智慧光明，它为什么会显现这样的虚空大的广大？是由于它要度众生，所以这样的智慧之光就普遍的入到了一切众生的念头里面，所以我们每个念头里面都有佛的智慧。
啊。那么佛的智慧能够都了解世间众生种种的妄想，就众生种种的念头妄想佛都知道，这叫如来悉知悉见啊。所以我们不要去认为自己这个念头能够保密啊，佛都太清楚了，你打什么念头就会知道啊。不提种种一分别，而佛知道你种种的妄想，乃至于十方无量无边啊微尘世众生的每个念头都知道。但是佛不会着意我要知道某个众生的念头，他不着意，他是无分别心，但是他能知道啊。有点类似于电视台，他也没有说哎他知道收视率一样啊。那佛这种智慧就是无量劫以后什么时辰下一场雨，这个雨多少雨滴，每个雨滴有多少微生虫，佛都知道啊。佛有这样的智慧啊。一念悉知三世法，一了一切众生根，就是佛在一念当中就能够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法，也了解十方三世界众生种种的根性，种种的号要啊，种种的需求啊。那么知道种种的根性，种种的号要，那就要示现种种救度他的这样的事情啊。那么示现种种身份去救度他，也是就像善巧的大幻师，幻师做幻事，游戏神通，随着众生的心显现种种不同的形，随着众生种种的各种业力的不同显现种种的相状啊，随着种种不同的需求，他所见到的如来各有不同啊。或者这个见到佛啊，示现八相成道啊，或者是看到佛的修苦行，或者看到哎众生看到各不一样，但众生看到种种不一样，包括音声都能够做种种不同的音声的事情，佛没有动念，而佛本来无动念，无动念能够顺应一切众生的念头显现种种的佛事，这是如来的功德啊。所以随着众生种种的心理状态，他的智慧，他的业力，都给他教化救度，令一切众生的心得以清净，令一切众生脱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那这个过程如来展开的种种度化众生的这种善巧神通智慧显现，那是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最后总结，这个如来的智慧有多少呢？刹尘心念可数之，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乃至于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那样的那个微尘，可以把它算清楚，一切众生的念头可以算清楚啊，所有的大海水可以把它引啊，这个喝尽啊，这个虚空可以测量它的范围啊，风可以把它绑起来啊，系住，这些都是很难的啊。但是这些很难的事情你都能做，但是你对于佛的功德你没办法实行啊，没办法实行佛的功德。所以你这样就我们内心对佛的功德有时候无限的神往啊啊。为什么？所以若有众生闻到佛这样的功德大海，他就升起欢喜心，他能相信，他能理解，他一念的欢喜心解心升起了之后，也回光返照如来的一切功德之海，我是具足的呀，我没有减少一点呢。所以就像普贤菩萨所称扬的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我都可以得到的啊。如所称扬悉当佛啊，千万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有怀疑
你看看，我们的尊重祭灵要尊重到这个程度啊。所以我们了知佛世尊具有无量神通智慧功德，我们本具，所以我们要升起上求佛道之心啊。但同时关照目前在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生大惭愧心，目前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业力把我们系缚在三界六道出不去啊，所以跟佛这个真如自信平等无二，但是佛已经觉悟了，已经证道了，我们还在这里迷惑，甚至借助这个佛性还造出更多的恶业，所以这个迷和悟就有天渊之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深渊下面，事相上就有这样的差别啊。所以深更半夜我们敬业失之，就可耻啊，真的可耻心就出来了，我都是具有如来，像佛一样具有如来这样功德之海，现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啊，这就通过佛跟凡夫的对照，把我们这个迷惑颠倒那种自卑的心把它激活出来。啊，佛具有种种神通，有解脱德，然后我们却是孽障。啊，佛有种种的智慧，有般若智，我们却有烦恼障，见思惑；佛有种种的功德庄严法身德，我们却有暴障。佛是三德具足，我们是三障具足。啊，具足三障了，所以这个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情。譬如无价宝珠，莫于淤泥，视同瓦砾，不加爱重。这就用比喻来说，我们的这种佛性，本觉佛性，就好像无价的摩尼宝珠。这个摩尼宝珠价值连城，而且放光啊，照天照地。但是这个宝珠呢，却把它鼓没在那个淤泥里面，就好像表明这个佛性堕在了我们的众生的见思惑的烦恼里面啊。这个本觉佛性堕到烦恼里面，那就不是佛性了，那就是神识了，有时候称为灵魂了啊。那么无价宝珠没在污泥里面，沾了很多的尘垢，很多肮脏的东西，那对于一般的人就以为不值钱呢，就像那个烂瓦片呢，不加爱重，不珍贵它啊。但是对于有眼的众啊，就好像佛眼所看啊，这个沾满了淤泥的这个圆鼓鼓的东西，原来里面是无价宝珠啊，啊，所以他会尊重它呀，他会从很肮脏的甚至茅坑里面把它请出来呀，然后用干净的用香水给它洗呀，给它擦呀，给它磨呀，给它刮呀，把那个尘垢把它刮掉了，磨掉了，哎，恢复了它本有的摩尼宝珠的体性。啊，他的那个光亮，他的那种尊严就显现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具有这样佛性，我们要尊重自己还在烦恼当中的己灵，所以怎么办呢？不能再像那样自暴自弃了。这么贵重的己灵，我们没有一点的爱惜，啊，所以要把它请出来，啊，
似乎已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修德有功，信德方显，如诸被擢悬在高床，洞达光明，应彼一切，可谓不辜佛法，不负己灵，是为发菩提心第七因缘也。那么了解这种事情，我们自然就会做什么？用无量善法，就是佛的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我们的烦恼。这烦恼就是淤泥，把我们本有佛性的摩尼宝珠给它这个变得没有，好像没有价值的瓦砾。现在我们就要对治烦恼，对治烦恼就是贪嗔痴了种种的烦恼，以这三毒烦恼为根本。那么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对治烦恼的药方啊，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这些善法来对治。一般我们讲有五停心观啊，最根本的一个对治就是直接从根本上下手，了达一切法，尤其是我的五蕴的身心，无自性，无所得，空。那有一个我空，它就不是有没有我执啊，那一些烦恼能贪所贪都没有，它就直接可以对治烦恼。但这种境界一般人不一定能做得到，做不到就有一些事项上的方法来对治，比如多贪众生不净观啊，多称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啊，多障众生念佛观，哎，用五停心观方法啊。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它可以直接用一种方法，就是念佛阿弥陀药六字洪名，这里面具足阿弥陀佛的光明，它能对治我们的烦恼啊。比如弥陀的光名号里面有啊，有清净光，这清净光就对治我们的贪欲心、淫欲心。弥陀名号里面有欢喜光，欢喜光就对治我们的嗔恨心。弥陀名号有啊智慧光，对治我们的愚痴黑暗的心啊。弥陀名号有这种无边光，对治我们的这种边界的颠倒。弥陀名号有不断光，对治我们的懈怠放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善于的针对自己的烦恼加以对治，哎，这样我们修德有功。修德就是我们起心修行啊，起心修行如果有功夫了，有功德了，借助这个修德呢，我们本具的性德就显彰出来了。因为性德本具的啊，但性德被遮盖在无量烦恼里面，从烦恼当中把它透显出来，它需要经过修行，这修行就是修德啊，修德。那么这个修德的过程就好像把这个被已经是污秽了的摩尼宝珠把它请出来，慢慢的擦洗刮磨，这叫洗足垢污，显明清白啊。无量寿经两句话也是谈这个啊，这个宝珠洗它的垢污，显现它本有的清白光亮，哎，把它一洗干净，它本有的尊严价值马上就显现出来，然后你就把它悬在一个高高的床幡上，高床上很尊严的请到四世，这时候摩尼宝珠自然就放出自身的光明，能够洞察一切啊，能够隐蔽一切的物品和其他众生的光明。由于这个摩尼宝珠是最胜第一，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啊。如果能这样做，就可以说我们没有辜负释迦牟尼佛
无量次的来我们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不断的给我们说明这种我们有几灵，要把这个要修行，把本有的佛性显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大事因缘。佛每一次来到这个世间，无非就讲这些，叫做开示悟入佛子之见嘛，没有第二桩事情了。如果我们不是称佛本怀的这样去认知佛性、显发佛性，那就是辜负了佛的教法。如果我们对佛的开示、对现前一念心性以佛性平等无二当下承担，而且听话去依教奉行，把自己的佛性显发出来，那佛就高兴了。依教奉行供养，法供养为最，就没有辜负佛的教法。同时我们这个本具的佛性呢，这种几灵呢，也就没有辜负这在修行方法当中有两句话，叫做内重几灵，外目足胜。对内心，我们要尊重自己本具佛性的这种灵临时内重几灵。如果一个修行人对自己有佛性这一点他都不敢承担的话，那他就很难修行，他就很自卑如果你问你修行迟早你能成佛，他会觉得哎呀我不行，我哪能成佛呀，某某他能成佛我不行，好像其他人有佛性他没有佛性似的，他就不敢承担，卑劣慢这是佛不高兴的。佛要我们要当下承担的，彼亦丈夫我亦耳一切众生的自信他都能解脱的，有情识，只要有情识必能成佛的。我们对这一点一定要有一个内重几灵的那种自尊自肯自信，这种尊严感。同时我们也不要听到这个就傲慢起来，哎，佛说我跟佛性无二无别，我现在就是佛了。那你不能这样说，你现在还是凡夫，你要持戒，你要修行，你最终能成佛，但不是说你当下的身份。现在我们还是罪恶生死凡夫，我们要升起大惭愧心、大忏悔心大勇猛精进之心来修行这就是需要我们念尊重几灵来发菩提心这样就是叫不辜佛化，不负几灵，发菩提第七因缘内重几灵，外目足福。唯有内重几灵才能够外目足佛，唯有外目足佛，借助佛力的加持，才能够显发几灵。在净土法门，就是外目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通过念佛显发我的几灵，深深唤醒梦中人，深深把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显发出来，那么无量光寿的性德也在名号具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声佛号是开发自信的功德，也是开发名号的功德，名号的功德和自信功德完整开发，我们这个念佛人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这种几灵的这个尊严以及有这个几灵的尊严，我们真的是非常恳切的发菩提心，因为成就佛道是我们分内之事，应该做的事情成佛的去度众生也是法尔自然的分内的事情所以一念回光还同本德我们这些流浪很久的这个浪子，终于有一念回头，我有佛性我们本具的那种本觉的父母在呼唤我们，
我们流浪的儿子要回来，啊，天然父子相逢，啊，我们也就成佛。好，南无阿弥陀佛。